餐这一个重要性啊，早餐叫皇帝餐啊，要吃的像皇帝一样。中午餐叫平餐，就随便吃可以了。晚餐，乞丐的微信。李老师，您讲的话给你讲啊。刚好我写不出的，乞丐餐。晚上九点，可以，我九点回去。九点就是晚上哦。晚上九点。又吃的叫下午餐。下午餐。所以千万不要一下肚腩啊，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重要。那我们现在谈的是这一个啊，我们吃的像皇帝的意思就是要最重要一整天，健康不健康就全靠早上那一餐，下午的都不重要了。